就是覆盖率就要大了。那哦，这球给的，对，这就是法尔这个恐怖之处啊！就外援们到现在为止没有进过球啊，已经一节都过去了。吉隆沃特这球，吉隆沃特，咱别这么打法尔呀！传染了，没错，二十三今天已经是正负值达到了正13。暂停完回来之后就布置吉隆沃特篮下强打法尔吗？现在是换上于德豪去防兰德伯格。是，这球啊，陶翰林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动作。今天不管是谁想挑战法尔，都是无功而返。这球，给到陈培东。嗯。陈培东打不了麒麟，两个人身高上差距太明显。抛投，哎呦，法尔里边等着呢。好不容易用掩护绕开了，但是呢，里边还有法尔的镇守啊。法尔想要去坐打陶翰林，哎呦，这球给的好，这是黄荣奇的球啊。对，法尔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投篮吧。陶翰林的抛投，第六个，好家伙，扬长避短呢。哦，法尔的钉板大帽，往里掉，哎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于德豪跟法尔的挡拆呢。对 ，CBA 生涯新高，二次篮抛投，法尔，哎呦，这就是吉隆沃特为什么总不被山东队当做第一外援的原因。错的，三分球人家命中率42%呢。对啊，想利用高度打一个，嗯。再抢回来，法尔在限制法尔上呢，吉隆沃特就还真的不如陶翰林。挡开来，往篮筐附近抛就行，不一定非得是这个可钉可铆，拦不住他的已经。对，抛得很高，而且这球只有法尔能接到。哎呦，叫海龙这球啊，跳投没盖，低估法尔的速度，不是没这可能。目前还有一节比赛嘛，那么阿波没投进这球，呵。这篮板球，两个进攻篮板加2分。